谁家门前有燕雀相和，岁月无福闹市无声，家中坐一坐，无人似我挚爱的轮廓。若来日又将风照面过，且还我不做那镜中客。梦看破往事一却也无，浓香烛淡墨书，红窗深处有尘俗。晨儿啊，赵侯爷是值得托付终身之人，你要珍惜这次机缘，日后不可再惺惺作态，忤逆夫家啊。是不是只有嫁入侯府，我才算对贺家有功？之前我为家里做的熬的，父亲都不屑一顾，在父亲眼里，真儿只有嫁给赵侯这一条出路。对，只有这一条路。哎，真儿，你去哪儿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贺娘子。数月不见，你瘦了许多。当日太急，也没留个信。不会怪我吧？是我有错在先，都怪我心情不好，说了那些话。行了，那你我就此扯平，今后永远不许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你这缝的什么花样？好新奇。此为金灯花，又叫做无意草。无意，在长叶子的时候花还未开，而当花开时叶子却已凋零，花叶永不相见，彼此无情也无意。哎呦，好端端的夫人，您缝这个做什么呀？我看《酉阳杂俎》上说的有趣，说这花呀最常开在恶人家中。哎，李妈妈，你见过吗？哎，我可不是恶人，我哪见过他呀。哎呦，作孽作孽。哎呦，贺妹妹。刘姐姐。贺妹妹今日是怎么了？我有一名好友，他小时候发热烧坏了脑子，记不得事儿，正经的母亲不认，却把家里的妈妈当阿娘。那妈妈就利用他不知事儿，从府里头得好处。我想告诉我好友真相，可人人都拦着我，叫我不要多管闲事，我心里头难受。姐姐，你懂我的感受吗？怎么会呢？他正经的母亲不就在身边吗？哪能容妈妈放肆啊？多半是哄你朋友玩呢，你呀瞎操心。这针线的确是太粗糙了，我还是拆掉重绣算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？不拆掉又如何能摆脱当下的急景，从头再来啊。
一开始就是秀着玩的，但渐渐的就觉出不对了。这下我要把它都拆干净，重新缝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吉利的花色。贺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不绣五一草，绣你喜欢的。姨母，你喝了这碗安神汤便早些歇息，动气伤脾，明日还要操持法事呢。是姨母对不住你，是比兰自己没本事，拢不住表哥的心。这孩子呀，打小就是个有主意的，他要做了决定，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劝不了。百善为本，孝当先，寻常百姓不孝会被戳脊梁骨，官员不孝会丢乌纱帽，更何况堂堂王爷。这朝廷上多少双眼睛正盯着表哥，姨母可不能坐视不理，让人寻了画柄。你的意思是？秉兰倒有个挽回的主意，只是……你说。姨母，明日您去刘明观操持法事，我与您同去。到时候郑州的百姓和官员们都在，您就当着众人的面认我为儿媳，如此这门亲事众人皆知，木已成舟，表哥还能反悔不成？主持，走吧。走吧，走，坐，走吧。王爷，太妃仪仗启程了。徒劳无益。夫人那边也安排了车驾，应该也是往刘明观的方向去了。他倒是挺爱凑热闹。王爷不担心他们两位会撞上吗？黄贵，王爷，今日城内加强布防，以防匪徒混入。王爷放心，除了太妃安排的道长，没放旁人入城。道长名册呢？不简单呐。什么不简单？杜蝶以假乱真的水平不简单呐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刘明观作为道家大宗，为了劝诫前朝文帝，特意在这祈福祝词上将刘字少写了一点，名字多加了一点，意是少一点刘福，多一点明镜。文帝大彻大悟，嘉奖刘明观，这种写法便流传了下去。属下失职。莫如，备长符，出发。是。夫人抵达刘明观了吗？并未。他几时出发的？一早就被车走了。苏明清兵去道观，护太妃周全。是。李妈妈，嗯，到街市口就让车夫停下吧。咱不去刘明观啦。您方才不是说刘明观今日定是人挤人，烟气熏天，泼皮小偷行乞大盗吗？是啊。那就依妈妈所言，今日先不去了。哎，那太好了。那到了前面的街市口，妈妈替我去买条鲈鱼吧，我去药铺里给夫君备一些补药。
夫人，咱主仆分开不好吧？今儿人这么多，万一碰到什么事儿，我回去不好跟家主交代。那鲜鱼及时去晚了，挑剩下的可就不新鲜了。我就在药铺里等着你，能出什么事？你买好了速速来找我便是。好好好，店家，你看看这些起不起？哎，好嘞。上好的鹿茸有没有？啊，有。看来铺上今日生意兴隆，您赶快把我这些个补气的方子都抓来，再做大买卖也不迟。啊，夫人说的是，夫人说的是。二位客人稍后，你们要的都有，都有。夫人，我这就去给您抓药，二位稍后啊。阿姐，阿姐，陆舟，陆毅，阿姐，乔叔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们了。阿姐，你说，想让淮阳王怎么死？今日若不是改了地方，我已经在流民观里宰了那小子了。时机未到，不可意气用事，不利危墙之下。上巳节那夜我失踪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哪儿？那夜。我与陆毅发现了一队偷袭兵，好不容易将他们打退，等回来之后才知道你已经不见了。我想去问紫玉公子，那个云娘却拦阻我，她告诉我说你已经决意离开公子不再回来了。信他不如信鬼，后来养山成了他的养山，哪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我们只能去北周找乔叔一起寻你。要想血债血偿，你们就仔细听我说。家主，夫人呢？夫人跟李妈妈一早就出门了。我着实烦不过，就干脆道出，你适才卖给李屠户娘子的那些汤药，除了一两味之外，就是再寻常不过的药材，却收了人家两倍的价格。他若敢与我乱做买卖，我定会让李屠户知道此事。嗯，那李屠户可是个不好惹的狠人，欺行霸市。如果夫人真要找他说道说道，还真够那药铺老板喝几壶的，可真是做大孽。哎，夫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夫君，出什么事了？王爷让我休沐半日，我便回来看看。昨日你提及了流民观，我以为你去了呢。本来是要去的，可李妈妈一路上都在说流民观人太多，会徒于事端。哦，我想想也是，便转道去了集市。夫君在战场上拼了好几个月的命，身子也累坏了，是该好好补补。我买了一条鲈鱼，今日刚打上来的，可鲜了。夫人有心了。为战死的军士祈福固然有心，但照顾活着的人也很重要啊。夫人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有个贼人闯入了真州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男子？可疑的男子？怎么会找上我啊？那有没有看到穿着道袍的人？哪有道士不在道观好好念经出来瞎跑的？夫人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再好好的想想。夫君怎么像是在盘问我？这怎么是在盘问你呢？慌慌张张的回来，原来是看我安不安分。瞎说，闲聊。夫君说谎的时候总是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夫人，真的就是闲聊，我是担心那贼人才回来看看你。怎么，
夫君是怕我被贼人抓了去？放心吧，咱们崔家如今可是有淮阳王的庇护，什么贼人敢动手，那便是不把淮阳王放在眼里啊。夫人说的对。家主，淮阳王那边传话说法事已经结束，他已经回去了，想让您去找他一趟。那夫君快去吧，别让淮阳王久等了。若日后失去了王爷的庇护，贼人再来，夫君可真的就要失去我了。好，夫人，那我就先去了。嗯。母亲，今日有两个贼人假扮道士闯入真州，儿子去探查此事，遗误了祈福的时辰，还望母亲谅解。坐吧。是。这是牡丹花蕊。秉兰这孩子看我脸色不好，刚送过来的。今日流民官上下由我一人主持，又突发贼祸，我这一身病骨实在是难耐，幸好有秉兰帮我，才不至于在百姓面前丢了淮阳王府的颜面。他帮我就是在帮你，你要记得这份情。哎，今日我本打算认下秉兰，让你们重修旧好的，你心里如何想？看来王爷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外事。母亲，我死前就说过了，他不是什么外事。我无需知道他是什么人。秉兰已经退一步了，他说你若真心意那个柳姓女子，他定会给那个女子颜面，好好的帮衬你，你还要让他如何做呀？堂堂王爷明知贼寇入关，不在母亲和百姓的身边，偏跑去北街那个温柔乡，这不是荒唐吗？这些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你今日必须答应我，娶了秉兰。母亲，今日之事，儿子确实是有过错在先，但此事另有隐情，日后儿子会向母亲解释。至于婚约，请母亲恕罪，我只娶柳绵堂一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崔行舟此生只娶柳绵堂一人。夫人，夫君，我来拿你换下的衣裳。
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无妨的。我替你上药。下手可不轻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不是那个贼人伤的。王爷处罚的我。王爷怎能这般苛待将士？可能是他心绪不佳吧，我听说他跟太妃置气了，太妃给他配了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可是王爷心中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子。夫君，嗯，你方才说的贼人是仰山余党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就是有些好奇，毕竟曾经我也落入过他们之手。听街坊说，仰山贼首已向朝廷招安，那往后就再也不是我真州的敌人了。仰山也再无作乱之人，那些不愿招安的也都化作鸟兽散了。你怎么总提仰山啊？我们真州也不差呀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王爷也赢了他们不少次。不少次那是其次啊。夫君，你说到底是淮阳王厉害，还是仰山贼首厉害？他们之间恐怕再也分不出胜负了。自生死劫之后，上司福气引灯休战，可那贼首却偷袭了淮阳王。贼首偷袭？是啊，王爷也没有想到向来守诺的贼首会出尔反尔，趁着军士歇息时暗算了他。王爷恼怒，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战胜他，重创仰山，可那贼首就此销声匿迹，淮阳王设法诱捕过他，既要战胜他，也想亲口地问一问他为何要背弃约定。再后来仰山就招安了，淮阳王便彻底失去了与他一决雌雄的机会。夫君，我想去一趟仰山。为何？我想破了心里的魔障。
记起什么了吗？几年前的上巳夜，那时我还未嫁给夫君，一家人在西周城外的灵山上登高望远，放弃天灯祈愿。此处地势开阔，若有齐天灯凌空，定是极美的。确实，上巳之夜，齐天灯伴随着遍野的山花，壮丽非常。这也是淮阳王同你说的。既有天灯凌空，那贼人一旦动手，岂不是轻易被察觉？又何来的偷袭？淮阳王那么聪明，我不会再骗你。方才一路走来，我们经过了一段摊皮的山路，还记得吗？曾经那是上山的必经之路，上巳夜淮阳王就在那里安营扎寨，将士们煮着酒，暂且卸下了防备。那一日本来约定好了要休战的，可是伴随着天灯，将士们等到的却是破入营中杀气腾腾的仰山群匪。看来淮阳王并没有撒谎。其实他也并不擅长撒谎。免堂，从回到真州之后，我心里总是不安，我总觉得我要失去你。我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一切是指什么？家主，家主，怎么了？家主，夫人，军中来信让您赶紧回去一趟。明日是小年，记得要回家。本来以为能休沐的，正事要紧。你有两封手信，一封是京城孟阁老的，还有一封是北周李周成的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太妃她病重，家里让您赶紧回去。娘子，留守在仰山的暗庄发现了柳绵堂和淮阳王。他去仰山做什么？看起来只是寻常登高，不过暗庄发现柳绵堂悄悄留了这个。娘子，这是仰山记号吗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这记号不是留给你我看的，你自然看不懂。五日后，午时有雨洞。我要去一趟仰山了。哎呀，柴都湿了，怎么都点不着。不过就是下了一场春雨，他躲那么远，到头来还是浸湿了。
真是不中用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和你表妹轻盈拌嘴吗？小小的年纪啊，就学着人戏文，要恩敦一绝。可是他在路上被欺负的时候啊，你又是第一个站出来。你外祖父说啊，棉糖这丫头，表面上看着刚硬，其实心里啊，比谁都柔软。我说过，来此为了破除心中的魔障，你的魔障，也是我的魔障。是。曾经，我是想找回之前的一切，因为那关乎于我们。夫君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或许眼下过的比失去的那几年都要好。但我想说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。倘若你想说任何打破这份美好的话，那我就不想听了。夫妻之间哪有没有秘密的呢？倘若你真觉得歉疚，那你就瞒我哄我一辈子，别瞒了我一半又心智不坚的抖出来。你倒是痛快了，让我这个做女子的心里面要一直背着你这块石头。你当真是这么想的？是。因此不要告诉我，求你。夫君，我还从未说过多谢你呢。无论如何，如果没有你，棉糖或许早已不在人世间。从今往后，若是提起养山，这便是我唯一记得的事。倘若你日后全都想起来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心软了？我承认，之前确实还抱有一丝侥幸。我在想，或许他也是被淮阳王所利用，或许他也是无可奈何。只有如此，我才能为自己的心软找借口。若你对他……哎呀，反正他也是要娶你的。娶我？他想娶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一直被他豢养的金丝雀。那个满心满眼都是夫君的女子，不过就是他的妄想。他越是情深，我就越觉得讽刺可笑。这种自欺欺人的戏码我办够了，所以我不会再心软了。清醒了，醒来做什么？水死过去，大家都图个清静。王爷，太妃，该用药了。王爷，您已经整整一夜没睡了，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。
没事，退下吧。你若实在放不下他，我也可以退一步，让他进府为妾。他就这般好，让你把整个王府的名声都抛诸脑后吗？那父亲纳过多少妾室？十个，二十个，又有多少外室是我们不知晓的？怎么，你要拿你父亲当挡箭牌吗？他胡闹，你也要跟着学？母亲，王府虽然锦衣玉食，却处处都是勾心斗角、颜良失态。我知道母亲这些年过得不舒心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恪纪守礼，不耽溺于私情，哪怕是相敬如宾，我至少不会让我的妻儿重蹈覆辙。母亲，为了他，我装成了普通百姓，小门小户的，要为了生计发愁，有太多琐碎的烦恼。可他却并不觉得愁苦，反倒活得肆意潇洒。他所愿所求，不过就是一生一世，夫妻同心。我这才知道，我错得有多厉害。喜乐是要拿真心去换的，可是我辜负了他，也高看了我自己。母亲，宽宥儿子的不孝，什么相敬如宾，什么贵妾，我都不要。三书六礼，此生唯他一人。这些药材作甚呢？夫君前几日不是受伤了吗？都见紫了。嗨，没事的，咱们家还有许多赵神医开的上好药材呢。这是尹家娘子给的偏方，你不懂。啊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我还有一样东西要问。哦。家主，夫人呢？同李妈妈去集市了，要不婢子去找。知道家主回来，夫人肯定高兴。还不快去？是。
小的愚钝，请您示下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楚在这儿做什么？夫君呢？家主他昨夜一宿没合眼，因此就跟副将告了假，此刻他已经歇下了。那我去看看他。夫君。夫人。我还以为你睡下了。是睡下了，可又没了睡意，倒不如翻翻书。夫君看的什么书啊？善战者，知人而不知于人。叙事篇。兵法。夫君从容之后，果真是不同了，都能把兵法当闲书消遣了。随意翻找到的，就随意的看看。小年夜还得自个儿告假，这军营也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其他人可没我这福气，晚上还能回家跟夫人用个晚膳。好吧，那夫君准备再躺会儿，还是跟我一起去厨房？我今日准备亲自下厨。确实是有些累了。好，那等会儿我叫你。好。哎，夫人，嗯，有没有蟹黄拌饭啊？夫君想什么呢？这个时节的蟹子哪来的黄啊？哦，也对。春水涌。